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史密斯之硬拉，我们准备开始咯。伊法现在要示范的是热身的动作，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个翘臀圈，好，把翘臀圈挂在自己的脚上，在膝盖的上方，确定完之后出这个扶手，好，想象你的大腿往外延伸，记得上半身不要动，去想象你的臀部发力，先激活一下我们的臀部，好，可以做10到15下，确定好之后可以换脚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后侧臀部往后踢，好，换脚，再来就是侧身蹲，对，活动一下我们的髋关节，深蹲也是大概10到15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硬拉的训练到的肌群有大腿的后侧、臀部及我们的腰部。好，现在我确做一个正确的示范动作。先确认两脚的宽度与肩同宽，可以再宽一点点，或是外八。再就是杠铃，尽量跟你的腿是碰到的，不要分开。确认完之后，再确认我们的两手，你可以选择正握或是反握。那我的习惯是反握，确认完之后，再来就是我们上背，我们上背的背部一定要夹紧，挺胸收腹，上来的时候从脚后跟发力上来，吐气，臀部夹紧，好，再一次下去吸气，上来吐气，活动的是我们的髋关节，往后做屈曲，但是不是膝盖往下蹲哦。再示范一次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伊法现在要示范错误的动作。第一，两脚宽度不对，再来就是杠铃跟我们的腿没有碰在一起，因为分开，在握的过程中驼背，上来的时候用手拉耸肩，膝盖内方也不对，这些动作都不能做。现在我会做运动后的拉伸，先把两脚张宽，张宽之后呢，身体慢慢的俯身向前，好，我们可以停滞10秒钟，去拉一下我们大腿的后侧，我们刚刚训练到的肌群，好，10秒之后再换边。好，再换边。好，完之后呢，我们刚刚有训练到我们的臀部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找一个椅子来辅助我们做拉伸，身体可以往下，屁股往后坐，去伸展你的臀大肌。换脚，过程中一样拉直10秒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今天伊法教的史密斯硬拉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下周我们敬请期待华伦下拉。脚往后踩，屁股往后推，身体放松。